如果你还未准备好提交请求，可以将餐牌更改储存为草稿。以下是将更改储存为草稿的方法。每次更改餐牌项目后，如果你还未准备好让相关更改生效，请点击另存为草稿。将更改储存为草稿后，你可以按照以下方式发布已储存的草稿。点击发布草稿，选择要发布的项目，点击发布。